好，辛苦了，等一下先，首席就解散归队，解散。我们再一次给我们进入抢修的弟兄们掌声鼓励。进入抢修弟兄们回到我们的进入抢修队之后，将进行出轨车辆的钓鱼工作。将出轨车辆钓鱼现场后，我们将进行公务的路线抢修工作。